大家好，我是陈月。前几日我们谈过美国川普总统呢，他下台前夕进行了一系列的给拜登挖坑的动作，那么包括去纵容这个以色列呢去暗杀伊朗的核科学家，那么以及呢挥舞着制裁的大棒，将众多的企业列入到了实体清单。那么这里面呢就包括了中国和俄罗斯的企业，就一次性的一起把它给列进去了。而川普呢，他毕竟是美国总统，无论他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即便呢他是为了这个美国国内内政方面的这个内部斗争来给拜登时代的外交战略呢去挖坑创造障碍，但是呢客观上对于中俄两个大国来说，美国总统发出这样的制裁可以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在地缘政治上进行对应的动作来展示相关的态度是必须的。我们看到了最近这个中俄的战机联合编队呢在东海日本海的上空这样的亚太地区进行了一次这个战斗编组的联合巡航的这样一个动作，同时呢中国和俄罗斯的两国外长还通话，来痛批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主义的这样一种策略。那么对于全球事务呢，美国的策略所带来的这种破坏，我们今天就来深入的来探讨地缘政治的这个争端。那么在此之前呢，我正好呢想跟大家去分享这个，正好呢我这边有一个材料想跟大家呢分享一下。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天刚看到了也是我一直关注的一位这个学者，他所写的一些关于西方这个防疫呢彻底失败的一些内容。那我觉得呢他说的特别好，所以呢我想这个插个队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开始正式内容之前，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他的这样一个这个说法。我们看到了这位学者呢，就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呢，就是英国的剑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叫这个马丁雅克那么这位学者如果时常关注中国的社交媒体呢，可能会很多朋友呢也看过他的一些，包括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视频。那么他呢这个最近呢在12月21号前两天就连续发了8篇推特大家都知道连续发很多个推特呢，这个都是表示呢他的情绪到达了一个实在是受不了了那么这种行为呢，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特朗普经常这么干，晚上呢大家都在睡觉对吧，我说的是美国人在睡觉不是说因为中国时差原因，他老先生呢在盯着电视台看 CNN 对吧，或者是看 Fox， 那么看着看着哪里不爽了赶快发个 Twitter， 一个晚上有的时候发几十个 Twitter 对吧，那么表示呢特朗普这位总统呢也是很暴躁的。那这位学者呢，我说的这位英国的剑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这位学者呢，他呢平时的这个发言呢还是比较冷静的，那么可能是因为西方对于疫情的控制呢实在是让他受不了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连续发了8篇的这个推特。那么推特的内容呢其实都是在我认为是比较理性的了，就是说批评西方国家对疫情的应对。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他在推特里面呢还称赞了这个亚洲国家、东亚国家，那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那么东亚国家在疫情抗疫方面的表现。在这个雅克看来呢，东亚社会已经控制住了新冠的疫情，那么然而呢整个西方社会呢并不承认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在亚洲其实很多个地方呢疫情的控制情况呢比欧洲、比美国好非常的多，但是注意我说但是欧美的媒体呢根本不承认这一点，或者说就即便是承认了，它是有选择性的去对一些地方那么做一些报道，但是呢也不是主流的。那么通常情况下的做法就是呢我们怎么能够按照他们的做法呢对吧，他们怎么控制这控制那等等，反正呢就是说不是特别的认可。那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马丁雅克呢，他就说我们绝望的选择了忽视中国已经在我们这个溃败的问题上取得成功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对事实视而不见。雅克的推特呢从这个
英国的现状开始说起，因为我们最近都知道英国相当的惨，对吧？那然后呢，就是伦敦被封城，然后现在已经呢，这个四五十个国家禁止海陆空所有的人员、货物、飞机啊什么的都禁止英国就是说这个就相当于对英国关闭了。那么这个呢，对英国造成的冲击呢是相当的大的。那么一方面是疫情的冲击，一方面是这个心理的冲击对于我大英帝国，对吧？那种骄傲那种，对吧？这个站在世界的顶端那样一种自豪感呢，在这一次的表现面前呢，竟然全世界的人呢拒绝与他往来，实在是呢觉得非常的不堪。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英国的超市被抢购一空，因为货物往来被拒绝之后呢，又加上现在英国脱欧，对吧？那么整个的这个物资呢也会出现一个短缺的一个情况，所以英国目前的情况呢是非常的糟糕的。那么英国呢，这个我们看到马丁雅克他的推特的说法，英国呢已经几乎是彻底的封城了。那么这是九个月以来的第一次，欧洲关闭了与英国的边境，而整个欧洲的疫情呢正在这个恶化。美国已经有30多万人因为新冠而失去生命。那么西方世界的情况呢正在恶化，没有丝毫这个好转的迹象。然后呢，马丁雅克这位剑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直接用五个字来形容，他下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西方失败了这样一种说法了。那么随后呢，我们看到雅克对于西方世界应对疫情的反应进行了反思。他在推文当中写到呢，西方世界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一个事实，那么这一次的新冠疫情是西方从政府到社会到文化所遭遇的一场历史性的危机那么我们看他为什么这么说呢？西方的表现证明呢，没有疫苗，他们对病毒就束手无策。现实情况让西方呢不得不承认，他们已经被病毒给击垮打败了，并且呢要学着适应这样一个失败的现实。他同时认为呢，西方正在输掉这一场战役。在雅克看来呢，西方世界倾向于认为自己呢是国际化的甚至认为呢自己就是国际。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也是由西方人定义的。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就是欧洲战争呢，在欧洲战场上的欧洲一些国家在打仗，对不对？我说的是主要的，但是呢他们认为他们代表世界，所以呢那叫做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不管了，那个已经是历史。但是就这一次而言呢，在雅克看来呢，就是对抗疫情这件事情呢，西方世界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国际化的其实呢雅克认为他们错了。西方就是这位剑桥大学的学者认为呢，西方世界的从领导人到老百姓的心态越来越狭隘越来越自我中心主义。那同时他谈到呢，整个东亚呢社会已经战胜了病毒，而我们呢他说他们当然代表的是西方，主要是英国等等甚至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那么我们绝望的选择忽视中国已经在这个西方溃败的问题上取得成功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看，因为他发了8个推特，其实就是对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他的一些看法所以呢可能这个推呢有点长8个推特嘛。那么随后呢，雅克对西方社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果西方真的能以国际化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们呢会主动向东亚来进行学习请教这个对抗疫情成功的经验。然而呢，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糟糕，而且越来越糟糕，西方对于东亚的好奇心甚至是变得越来越弱当然了，他作为一个英国剑桥的学者，那么剑桥大家都知道是英国最知名的大学之一，那另外一个就是牛津，对吧？那他身处在欧洲，在英国，那么英国最近遭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冲击，我想对于英国百姓，像这样一个专业的学者都内心中感觉受到了重击，都要连发8个推特才能让自己心情稍微平复一下。那么对于普通的百姓，特别是在西方非常重要的圣诞节的前夕，因为圣诞节对于西方的而言就像中国的春节一样就要过几天假设在中国就要过年了，突然来这么一茬，对吧？的确对于老百姓的这个内心中的冲击呢是相当巨大的。
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雅克呢，他是学者，所以呢比较理性了，讲的东西虽然连发八个推，对吧？但是他讲的东西其实是我认为是蛮客观、蛮理性的了。然后呢，他就谈到了这个中国和东亚国家的对抗疫情成功的经验。那么雅克呢，帮他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内容，我觉得呢也是总结的比较好。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有能力而且呢有对策的政府。这个呢是比较关键的，政府在重大的这个灾难面前，或者是很多的这个重要的事情面前呢，要带领这样一种引领性的作用，对吧？而不能是一个破坏者的作用。那么美国特朗普政府就是一个破坏者的作用啊，不用戴口罩，对吧？喝消毒水等等等等的，结果你看把美国那几十条人命，对吧？你无论怎么高喊人权，你这么多的人命，它是最大的人权呀，难道这个不是吗？对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有能力，并且呢要有应对危机的这个策略的政府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谈到了民众啊，就是普通老百姓对于政府和权威有足够的尊重。这里面要讲啊，这个权威呢不是说谁官大，对吧？权威而是什么呢？而是说其实就专业了，就是科学，对吧？那你看美国的，我们拿对比来说的话，福奇博士他服务过四任总统啊，四任总统的话，那等于说他是美国传染病方面的这个顶级专家，对吧？那但是呢，特朗普一直想把他开除，甚至一段时间呢，福奇呢都没有办法参加的这个白宫的防疫的这个记者会啊等等。那这种就是非常的糟糕，就不尊重专业，完全搞民粹。然后呢，他就谈到了，对吧？在东亚呢，不仅仅中国了，其实你包括韩国的很多都是一样的，普通老百姓呢，对于政府呢和这些专业科研人员的这种权威性呢有非常充足的尊重啊。那么考虑到集体的利益，那么第三个呢就谈到了老百姓呢，就是民众对于社会和社会纽带有强烈的责任感，而不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啊。这一点呢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都谈到，对吧？东亚亚洲的文化氛围呢通常情况下比较强调集体主义啊，强调了为某一个集体，甚至会有的时候会牺牲个人的这个利益来服从一个集体的利益啊。这个我不能说我不是个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的专家，那我不能说什么对或者不对，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体现出了所谓的这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样一种精神，对吧？而不是说为了我的自由我不戴口罩我不就到处乱跑，对吧？那如果我是一个病毒携带者，那我就害了很多人嘛。这个是一个在亚洲呢，特别东亚地区呢，是一个显著的就是文化特征，应该这么说。那么呢，我们看到这位剑桥的学者呢，雅克呢，他就以自己的儿子的经历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呢，他儿子呢在这个韩国的首尔待了三个月的时间。那么在此期间呢，他到户外没有看到一个人是不戴口罩的那么他就谈到呢，这就是遵守这个尊重社会的规律，社会的纪律啊。那韩国的疫情基本上被控制住了，那那个雅克的反思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缺乏的是一种相信社会而非个人至上的一种文化啊。那这个呢坦白说个人主义至上呢它也有它的优点，比如说在艺术的创造力啊，灵感呀，那有些那个这个奇思妙想等等，也许它会需要个人主义，它会有它挥洒的空间，我们也不能一棒子把它打死。但是在对抗疫情这件事情里面的话，你就不能过于的个人主义，对吧？我们就事论事的来看。那么我们看到随后呢，这个雅克呢他就做了一些总结这个推快结束了简单的将西方的困境归纳为一种厄运或者是一种无法预测的灾难是没有用的，对吧？那么对于政府和社会的最大考验是他们应对这种灾难的能力，讲白了就是还是一样看结果，对吧？拿结果说话。无论是战争还是疫情，很显然西方社会从根本上缺乏韧性，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呢他讲的呢是总结的还是蛮到位的。那么他谈到西方社会在专注于优先事项，那么抗击疫情这件事情上呢是节节败退，他们没能进行一种战略性的思考，他们没能展现出领导力，而西方的民众老百姓这个社会纪律散漫，对吧？不尊重社会也是一种本质的问题。那么这是他最终的一个总结这个因为我们最近呢看到这个英国的疫情呢非常严重，那西方疫情呢也非常严重，然后呢这个也有很多不同的总结反思。但是这一位呢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学者呢，那么他的一些总结呢我觉得呢也是总结的蛮好的，那么也不是我们自己在中国人在说这些事情，而是英国人自己发出的这样一些反思呢，我认为
是比较有价值吧，然后呢就分享给大家。那么这位英国学者呢，估计也是被最近这个英国的疫情呢实在是这个给冲击的受不了了啊，那可能呢包括像这个应对疫情的表现啊等等是相当的失望，所以呢就一下子发了这么多的推特啊。不管怎样吧，我觉得他说的对的，那么尊重这个事实呢，我觉得还是要这个尊重事实呢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不要高傲的向那些对吧能控制的这个地方去说不愿意向他们学习。如果说学习中国对吧拉不下脸来的话，那么你可以去学习韩国呀，学习新加坡呀，或者是呢你学习越南也是可以的嘛，毕竟呢这个我前面说的人命大于一切对吧。好了，我们现在呢就回到这个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啊，今天讲的有点这个绕了啊。那么美国与中俄关系的这个话题上来啊，那么当地时间的21号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它公布了一个与军方有关联的这个中国俄罗斯的实体清单，等于说把中国俄罗斯呢圈到一起制裁了，那么并且将限制呢这个这些公司呢来购买一系列的美国的商品和技术。那么就谈到呢这个清单里面呢提到了103个实体，其中呢45个是俄罗斯的实体，58家呢是中国的实体。那么路透社就提到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就是 AVIC 这个公司呢它下属的7家实体，那么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 ACC 呢它下属的是这个八家实体这些实体呢都在列。那么针对美国商务部目前将58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呢，宣称这些企业与中国的军方有关，并且限制购买美国的商品技术这件事情呢，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呢，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泛化国家安全不断滥用出口管制等等这些措施，那么对其他国家的各类企业进行一种这个打压遏制，那么这个呢是对自由贸易规则的严重破坏，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严重的威胁，那么也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人民福祉和利益的一种严重的损害，那么中国方面对此坚决反对等等，那么这是呢中国方面的一个一贯立场，当然了这个希望呢美国能够立刻纠正错误等等等等，那么当然我也认为呢美国呢这个不会纠正对吧，反正现在这关系都已经就这样了嘛对吧，但是中国该说的话该这个表明的态度还是要表明。那么这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个说法。我们同时还看到呢 ,2020 年的12月22号呢这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呢也通电话。那么两国的外长全面梳理这个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展开的密切的合作。那么对于两国外交部今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呢感到满意。王毅就表示呢美国违背时代的潮流，仍然在不断的挥舞单边的制裁大棒，只会在世界上留下更多的不光彩的记录。那么中国方面愿意同俄罗斯方面和国际社会一道呢始终坚持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维护公平的正义等等。那么这个呢很显然这一次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中俄外长通电话其实就是一件事情，就是美国把中俄两国呢给他搞到一起来，一起制裁了，对吧？省事了，你哥俩一起打包，对吧？打包团购一起制裁了。那么拉夫罗夫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呢也强调应坚决反对美国破坏多边主义的这样的一种行径，抵制美国对于俄罗斯和中国的打压，维护国际法，维护两国的共同利益，维护国际稳定与合作等等。那么这种说法其实呢和王毅的说法呢我认为呢本质上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基本上就是讲白了你美国这么干不地道对吧，你就是管你自己然后呢这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和俄罗斯呢这个有彼此的共同利益，那当然就展开合作对吧，这个呢我认为也是比较的这个直接吧。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媒体的报道呢，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2日他提到梅德韦杰夫呢我相信稍微关注这个时政的朋友呢都了解，他曾经是俄罗斯的总统曾经也做过俄罗斯的总理那么他现在呢又有了这个负责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等等这些这个部门，所以呢他应该算是这个在俄罗斯的政坛呢除了普京之外呢也算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人物。那么他对于这件事情就是美国最新的推出的这样一项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这样一种制裁对吧，这种事情呢他就也说了一番话吧，那讲白了就是不屑一顾对吧，不爽
然后呢就觉得你美国瞎搞，对吧？你这么搞毫无意义。那么报道中就提到呢，这个梅德韦杰夫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的制裁名单的制定者将俄罗斯与中国的公司和机构呢汇集在一起。他补充说呢，这是很有象征性的，因为莫斯科和北京正好主张在联合对抗新冠疫情期间完全取消制裁机制啊。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我要多说两句，就是说呢，俄罗斯和中国的主张是这样子，就是说现在疫情当下对吧，这个全球局势呢也不稳定，很多地方呢你原来施加制裁的呢都遭受到人道主义危机，因为有疫情了就会经济啊各方面的封锁都崩溃，对吧？很多最受伤的是底层的老百姓，所以应该要展开一定的这个人道主义的关怀，暂时性的取消一些制裁，甭管你合法不合法或怎么样，那么基于人道暂时性的要去取消啊。但是美国就是不答应。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这个美国单边退出了伊朗核协议之后呢，他就对吧，他就单边退出了，对伊朗完全守法，但是美国退出之后呢，他就对伊朗施加制裁。你要知道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伊朗也是深受这个新冠病毒的侵袭，对吧？伊朗呢也是受伤的蛮重的，但是由于受到美国的制裁呢，伊朗人连买什么口罩、买什么防护衣、呼吸机、最基本的医疗器材还有药品，对吧？我不知道后面疫苗会不会受影响，什么东西都受到制裁的影响啊，那么这个呢是相当不合适的。那最受伤的显然第一时间就是最受伤的就是这个底层的老百姓。你说你美国整天喊着这么高大上的为了人权为了什么呢，其实呢也都是瞎扯淡啊，其实讲白了呢就是为了地缘政治利益，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呢中俄两国的呼吁呢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基本精神呢，就是呢在这样一种困难面前呢，考虑到底层老百姓的这个利益呢，希望呢能够暂时不要再制裁了，对吧？但是美国呢还是继续搞，对吧？继续搞。美国政府呢并没有将对抗新冠疫情放在首位啊，对他们来说呢更重要的是公开的去按下啊他们最喜欢的制裁政策这样一个按钮，对吧？以至于外部的制裁呢，他们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政策的变化呢，这个影响呢是众所周知的啊。这个梅德韦杰夫呢直接下了个结论啊，就是零啊，几乎是零啊，就是没什么影响，对吧？你就是你自己嗨。那么上面我们看到了，对于美国挥舞制裁大棒呢这件事情来制裁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呢，那么中俄两国在外交层面的一些反应，那当然呢就是肯定是不爽，骂一顿给他骂回去，然后呢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了欧洲呢其实也有很多分析都认为呢，美国这种做法呢在加强中俄两国的战略合作。那么我们等一下也会谈到的，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战斗机编队联合巡航东海和日本海，那么看起来呢也是让人浮想联翩。其实美国的制裁的大棒呢现在已经也引起了很多的公愤呀，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它除了制裁这个中国俄罗斯的这个制裁之外呢，也会强化中俄之间的合作之外，那么在美国对于伊朗的制裁上，前面提到的，那么美国的立场呢是更加的孤立，因为中国俄罗斯包括欧洲各国那么一起呢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呢其实也是一致的，基本上呢就认为美国呢你这么干是不对的啊。那么白宫呢他一味的蛮干，就之前呢就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并且恢复对伊朗的制裁等等，完全忽视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在这种立场呢似乎耗尽了欧洲政治家的最后一丝的耐心。最近几个月以来呢，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这个挨华盛顿的耳光，那么特朗普当局已经用关税来惩罚欧洲，并且向北约的盟友呢列出了一个长长的账单，哎，你们给我付军费付钱。报道提到呢，最终忍无可忍的欧洲呢可能会宣布一些外交的行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呢这个莫盖里尼呢就呼吁西方的公司和华盛顿的限制呢来对着干，继续同伊朗做生意。报道还指出呢，一部分的欧洲大公司实际上是服从了华盛顿的要求，宣布撤出了伊朗，但是在这个由布鲁塞尔支持的背景之下呢，一些公司决定保留在伊朗的业务。报道还提到呢，大型的西方企业的离去啊，为俄罗斯、为印度、为中国和土耳其等等呢这些国家在伊朗啊这个大型经济伙伴当中这个腾出了位置。中国呢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早在伊朗核协议签署之前呢，就中国就购买伊朗石油，那么伊朗石油的其他大买家呢还有同华盛顿关系并非一帆风顺的印度和土耳其，因此呢伊朗的石油的出口收入呢
不会如同美国希望的那样大幅的减少。那么报道还指出呢，这个美国的行动的结果呢，这个是一致的让其他国家反对美国的制裁，也让呢中国、俄罗斯和欧盟、欧洲呢在这件事情上呢相互靠拢。伊朗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呢就举这个例子，就是美国的制裁的大棒呢，它除了让中俄很不爽走到一起以外呢，在伊朗的制裁问题上呢，它也是引起了很多的不爽啊。所以呢，美国它不要老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这个世界的领头羊，其实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呢，它跟大家的观点呢并不一致，对吧？那不管怎样吧，伊朗问题我们今天先不展开，我们先回到这个中俄在亚太战略合作的这件事情上来。因为这件事情呢，我认为对未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呢是非常大的。我们就看到了12月22日晚间呢，那么中俄两国的国防部同时宣布，在当天中俄两国空军位于亚太地区呢所组织了这个第二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2019年中俄曾经组织实施首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那么这意味着呢，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已经形成一种机制化啊，这样未来呢可能会形成一种常态化的一种这个巡航。国防部消息说呢，中方所派出了4架这个轰 6K 飞机与俄罗斯方面的2架图95飞机组成联合编队，为这个位于这个日本海、东海有关空域的组织联合巡航。那么飞行期间呢，两国空军飞机严格遵守国际法有关规定，没有进入其他国家的领空。这一次的行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一个项目啊，当然了，军方一般都是这么说，对吧？不针对第三方。2019年的7月23号，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的空军曾经在东北亚地区组织实施了首次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当时呢，中国方面派出2架轰 6K 的飞机与俄方的这个2架图95的飞机组成了混合编队。因此我们看到今年呢，实际上派出的飞机呢更多。那么当时呢，也同样的是在日本海和东海的上空，按照既定的这个航线组织了联合巡航。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年呢，中俄能够按照计划推进第二次的这个联合空中的战略巡航，体现出了中俄依靠所谓的背靠背的战略信任与协作关系又进了一步。那么今年以来呢，中俄两国两军交往不断深入，双方在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达成了更多的共识。那么今年这个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首次出访呢，就是赴俄罗斯参加红场阅兵，同时解放军仪仗大队呢组队出征俄罗斯。那么体现出了中俄两军呢在这种合作上呢应该说一种高水平。那么一位这个要求匿名的分析人士22日对媒体表示，两次巡航都选择日本海、东海的方向，说明中俄对此方向的战略稳定抱有持续性的共同的担心和关注。对于俄罗斯来说，到公海上空开展这个战略巡航呢是家常便饭，但随着中国面临的安全风险增大，以及呢中国空军相关能力的提升，预计中国空军的这个远程战略巡航呢也会逐渐的增多。那么这也是呢世界大国的一个惯常的做法，也符合国际法。与今年相比呢，今年的联合训练编队中，这个中方的轰 6K 从2架增加到了4架，空军专家就认为呢，这也表示整个的巡航的能力的提升。那么随着中俄战略轰炸机联合巡航越来越多啊，随着双方演练水平的提升呢，未来双方联合巡航的规模可能呢也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那么非战斗机的这个机的机这个军机的这个机型呢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出现空中加油机啊，对吧，航程还会更远一些。那么中国解放军也进行过单独的战略巡航，与俄罗斯联合巡航有利于进一步的来训练所谓的远海巡航能力，来增强维护海洋权益、国家和地区安全能力。那么军事专家也认为呢，目前有远程战略轰炸机的国家只有3个啊，中俄在某些特定区域进行战略巡航，有利于增进双方的这个互信啊，彼此呢来进行一个学习，也提升了相互的这个这个远航巡航的这个能力啊。国防部呢他也发了一个消息稿中就谈到中俄双方呢开展这个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呢进一步的增强了中俄双方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了两军的战略协作水平和联合行动能力，来共同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去年中俄呢举行首次联合巡航
这个引发了非常多的关注。那么韩国呀、日本呢，因为这个动作比较大嘛，对吧？那么韩国和日本呢争先恐后呢去做了一些动作啊。这个相比之前呢，那么今年的这次情况呢就略有不同。我们看到，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呢，韩国军方称呢，中国与俄罗斯的军机在12月22号就把这个事情呢就报道出来了，并且呢认为进入到了韩国的防空识别区啊。大家都知道，防空识别区它不是一个主权范围内的，所以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媒体还指出呢，中国方面呢已经事先告知了韩方，军机呢并未侵犯韩国的领空等等。那么这一些细节呢也都显示出中国和俄罗斯这个联合巡航演练筹备工作呢会进行的更加的周密啊，也更加的这个成熟。那么专家就认为呢，中俄空军战略巡航在某些这个国际的海域进行相应的训练，其他国家呢没有权利说三道四。以前呢这个远程战略轰炸机联合巡航呢比较少见，那么今后呢多了，各方呢也就这个习以为常了。我们都知道，美国一直在亚太地区呢是煽风点火，对吧？就在美国特朗普将要下台的时候呢，他最近呢还在颁奖给他的亚太地区的小伙伴们啊，日本的安倍啊，澳大利亚的莫里森呐、以及呢印度的莫迪。那么随着21世纪的世界的重心呢向着这个亚洲来进行转移，特别东亚地区呢，那么相关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这个博弈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那么可以想见呢，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呢也会进一步的这个变得更加的重要啊。那么对于这个话题，观众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喜欢的朋友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订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